所有朋友大家好。好，我们接着早上的课程，我们提到了无心非名为错。那我们对于自己的一些言语行为啊，也常关照一下，是不是有忽略的地方。比方说你在骑脚踏车跟朋友一起，也不要并排在骑，一来啊很危险，二来啊可能又影响到后面的行人。俗话说啊，得意啊会忘形，我们也要常常呢关照一下。有心非名为恶，那假如已经知道说这件事是错的，但是啊还去做，那就是做恶了。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很多啊都是大家知道不能做的事，但是啊还是有人在做。比方说抽烟，比方说啊有立着牌子说禁止钓鱼，那还是有人啊去钓鱼，或者禁止倒垃圾，还是有人怎么样会在那里丢啊。所以这一些都属于社会风气啊，社会风气，这个社会风气啊谁要负责？谁要负责？社会的每一份子啊都要负责。假如啊整个社会都没有公义，别人错的时候啊我们也没有去指正，那可能就提供一个空间啊让这些作恶的人啊越来越嚣张了。我们说啊姑息养奸啊，或者你看到人家插队了，好，那我们应该啊去劝解。当然劝解的时候啊要注意以一无色啊柔无声，所以《弟子规》这个亲有过，这个亲我们可以当什么？不只是父母，不只是亲人，四海之内啊，皆兄弟耶，整个社会是一体的，那社会的每一份子啊，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也有义务啊，去劝告他们，但是要注意啊，这个态度的适当。以免啊发生冲突。那其实为什么有一些明明是错的事大家还去做？往往啊在他们的心中啊都会说别人怎么样也一样，所以这个都是找借口啊。但是呢这个也不无道理，因为啊好榜样怎么样太少了，所以会让他们呢、觉得犯错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我们要有使命，社会上错误的事啊我们一定要当榜样来纠正。比方说社会上的人不懂得报恩，那我们要怎么样？就要演出来知恩啊报恩。社会上的人无礼，我们就要演出啊非常的彬彬有礼，让他们呢能够升起啊惭愧之心。现在比方说公家的东西啊很多人会拿来啊自己用，自己用，这个也是有这种倾向啊。其实啊他们是冤枉啊，拿了公家的东西啊欠多少人啊，是欠整个团体人的这个债务啊，那就很难还了、这是小人冤枉啊，做了小人。所以呢我们也要啊这个怜悯他们，不懂得物虽小勿失长好的道理。那我们也要表现出来，我们在公司里面在团体里面啊
就要很廉洁。任何一个公家的东西啊，绝对一分一毫啊都不取。当你有这样的行为出现啊，在整个团体当中就是一种制约的效果。人家一看到你呢，他就会自己啊收敛。所以诸位朋友不要小看您在家庭还有在工作当中的影响力。只要有人演出对的，旁边的人呢、啊、就不敢太造次。所以我们呢、啊、确确实实呢要做好榜样。那这个有心非名为恶啊，很多人他明明知道啊这是很大的错误，但是啊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啊还是去做了。比方说知道跟人家起冲突是错误的，但是脾气一来怎么样压不下来，所以这个就要找方法来对治这个情况。那有的夫妻啊刚好先生啊出了一点状况，那太太啊就很不高兴，想说呢他都敢这样了，那我呢我也敢做坏。这种心态啊叫意气用事了，对自己啊没有帮助，会越搞越糟。我就曾经听过先生都很晚才回来，后来太太呢也很不高兴，她也出去啊晃到很晚了才回来，那受伤最大的莫过于啊她的小孩了。所以别人对不对啊那不是最重要的事啊，我自己啊有没有做对啊一定要时时提醒。当我们真正做对了才有资格去讲别人，而当你真正做对的时候，你在他人心目中的信任程度啊一定相对提高了。所以要把事情圆满解决啊要耐得下性子来，先从自己的修身立身行道啊开始下手。所以诸位朋友，当我们这课程结束啊，这您呢回到家里哈，也不要先要求谁做，最重要要怎么样自己啊开始先做。我也常常接触一些朋友，他们第一天来听课听完就说，哦，我的哪一个朋友最需要听啊，我儿子最需要听，都没有说自己最需要听。所以人啊当把心思啊都看在别人的错，哦，都看在别人应该学什么，那专注力啊没有回到自己啊，可能自己的进步啊就会相对减小。所以呢整个人生的转变啊第一步还是要从自身开始做起。下一句呢，过能改归于无，唐掩饰真一孤。这个改过啊确实对一个人的人生啊相当的重要。所谓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在这整个几千年的历史啊要找一个人从出生到终了啊通通没有过失的人，有没有可能？那不可能。那要找一个通通都是作恶的人，有没有可能？也不可能。所以人皆有善恶，那在这个恶当中啊我们懂得呢去规劝啊，自己呢懂得去改过，这样就可以得日进啊过日少。所以孔老夫子呢也给我们三个很好的修身法宝。第一个，好学近乎智，所以学习啊一定要不断的精进，因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啊
叫退哦。所以我们在大陆办的五天课啊，之后也有一些朋友有联系，那他们都会说，他说蔡老师，我在那五天呢，整个状态非常好，那五天听课的状态很好，那个心啊都非常纯净，很纯善。还有一位朋友啊，上完课以后啊，他过来跟我们说，他说哇，这个上课的磁场很不一样，我本来每天都要抽烟的，结果那五天啊一根烟也没有抽，因为他觉得呢，在那种气氛之下，好像有什么坏念头呢，都觉得不应该。所以确实啊，团体学习很重要。所以诸位朋友，您这课程结束以后啊，也要找三五善友，能持续啊一起切磋，常时熏习才好。那刚好他们就提到在那五天啊状态很好，但是啊回去以后呢慢慢就退下去了，所以也印证啊，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所以求学问啊，能不能靠别人，绝对要啊，最重要靠自己的主动，自己的好学。好，所以好学才能够不断啊接近智慧，力行近乎人，也唯有啊你真正去落实圣贤的教诲，才能不断啊提升我们的仁慈之心，才能不断啊看到孩子的需要，看到家庭的需要，看到社会的需要，看到自己的本分，力行近乎仁，知耻啊近乎勇。所以真正有勇气，真正的大勇之人啊，是不是可以举好几百公斤的叫勇者？这不算勇者啊，这只是力勇，而不是啊人格的智勇。所以真正的勇啊，是能够啊降服自己的坏习惯，自己的习气啊，那才是真正的勇者。所以我们走到佛寺里面去，一进门啊，看到匾额高高的立在那里，写了四个字：大雄啊宝殿。什么才是真正的大英雄？所以俗话也讲啊，击败他人一千次啊，不如击败啊自己一次啊。真正的勇啊，才能对治自己很多的坏习惯，而进而啊把它改正过来。所以知耻啊，近乎勇。而当你这个勇气啊可以持续个两年三年，慢慢的你的习性啊就转过来，保证往后的人生啊一定是法喜充满。好，那在春秋时代有一位贤相啊叫晏婴。晏婴啊有很多的榜样，孔夫子啊对他也非常尊重，也很称赞他。晏婴穿一件大衣啊穿了30年都没换，当然哈，那一件衣服看起来还是怎么样，还是整整齐齐，因为啊爱物者啊物恒爱之啊，你对任何的物品爱惜，它也会回馈给你，会让你啊可以使用很久。当一个宰相穿一件大衣穿30年，请问除了会影响他的家庭以外，还会影响什么？对，整个
文武百官啊，整个人民。所以当一个大臣他非常廉洁啊，就可以带动整个团体清廉的风气。好，那晏婴刚好他的马夫啊，帮他驾马的这一个仆人啊，每天呢送着晏婴出去去办公去工作，结果这个马夫啊，每一次呢看到人都抬头挺胸，一副啊很高傲的样子。为什么他很高傲啊？因为他替宰相驾车驾马，他就一副啊不可一世的样子。这个用成语来讲叫狐假虎威。结果他的夫人呢、啊、他太太看到了，有一天就跟他提出来，他说啊，我要离开你，我要走了。这个马夫就很紧张啊，他说怎么啦，你怎么要离开我？他说啊，人家都是尊重晏婴的德行、啊、你又没有晏婴的德行，而这个晏婴啊，宰相都这么样的谦卑，人家有德行还谦卑，你根本没德行还这么傲慢，所以呢我不想要依靠你了，我要离开了。结果这个马夫一听完啊也很紧张，马上呢很惭愧，就跟他夫人说啊，我一定啊会改过，你就啊不要离开了。好，他的太太啊也确实很有见地，懂得啊要进谏，要规劝啊他的先生。当然他的先生也很有度量啊，能接纳太太的意见。听说多听太太的话呢可以大富什么，要听太太正确的话会大富大贵。结果后来啊这位马夫就痛定思痛，开始很认真的学习。结果后来晏婴也觉得他的德行啊进步很快速，也举荐这一位马夫啊当上了齐国的大夫。所以只要人肯改过啊，都会有相当好的前途。所谓啊浪子回头啊金不换。我们在大陆呢有一位朋友啊，我们都叫他金不换，浪子回头啊金不换。那为什么叫他金不换呢？因为我们在上海上课，这一位朋友呢他是从山东啊连夜啊赶过来啊来上海听课，因为他的姐姐啊在庐江安徽那一次课程啊参加了，接着我们要去上海上课，他姐姐马上打电话给他说，你这几天啊纵使可以再赚多少钱都要放下，马上到上海啊听课。结果他的弟弟听完啊真的放下所有的工作，他弟弟的太太呢很生气，说你怎么说走就走了，这个公司情况怎么办？但是呢他还是坚持来了。结果来了以后啊，他在底下听课啊都是一种表情，两个眼睛啊目不转睛，然后嘴巴啊都开开的。所以我们所有上课的老师啊都很清楚有一位男士坐在那里，那确实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历啦哈。后来上了几天课啊他要回去，他说呢，你们可不可以啊让我有10分钟的时间呢、啊、跟蔡老师谈谈话。那我们工作人员也看他这么诚恳啊，
后来呢，就安排一天晚上啊，我就跟他坐了一回。哦，他看到我很激动，他说：“蔡老师，我不是用耳朵听你讲课，我是用我的人生啊来印证这些道理啊。”他说：“确确实实啊，要知道，要悟道，要做到啊，才能什么得到啊。”所以知还不够，要真正有体悟啊，要去力行才行。他就说，我在讲课当中提到《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他说这个是真实不虚的话，因为啊，他在年轻时候啊，也是脾气很不好，也染上很多恶习啊，拿着刀啊要去砍人，因为啊拿着刀呢走在路上，那气色怎么样？杀气腾腾啊！结果被他父亲的好朋友看到了，他父亲好朋友啊马上啊把他拉回来啊。当他在盛怒之下，这个刀剑怎么样？无眼啊！但是他父亲的朋友呢？却把他硬是啊拉回来，才让他不会啊做出啊让他这一生都无法挽回的事。那为什么他父亲的朋友愿意这样做？因为他的父亲呢，啊，是在做电讯的，常常半夜啊都去帮忙，甚至于刮风下雨啊都不辞劳苦去工作，所以在整个乡里面的一种形象啊非常好，大家都很尊敬他父亲啊。所以由于他父亲的德行啊，救了他这一次的劫难，把他拉回来。所以他也提到好几次啊，都是因为父亲的德行让他逢凶啊化吉，后来有染上毒瘾。我们没吸毒的人哦，不知道吸毒以后要戒掉的什么困难，非常困难。结果就因为啊，他对母亲啊还很有孝心哦，所以说他在戒毒过程啊，那种支持他的力量啊，就是对母亲的这种愧疚。他假如再不戒掉啊，不知道又要让母亲啊痛苦多久。所以诸位朋友，一个人要有改过的动力啊，那个动力要来自哪？孝心、亲情、爱心才行啊。所以我们身旁有人很困顿啊，我们也要真诚的去鼓励他，去关怀他。那他能够来参加这个课程啊，最主要也是因为啊，他对于他的姐姐怎么样，也有恭敬之心。他说他姐姐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跟他讲过话，他姐姐都是跟他一一无涉，好，都跟他商量，从没听过姐姐说你马上一定，所以他觉得姐姐一定是啊为他好，知道这件事很重要。后来他就提到啊，因为他十多岁啊就出外做生意，结果生意也做得很好，赚很多钱。他说他十九岁啊就拿着大哥大，那时候的大哥大都是很大长长的粗粗的那种。他说他走回家乡去啊，所有的人都说，哇，你怎么这么厉害，这么会赚钱，每一个人都很羡慕他，都把他捧得让他觉得他不可一世。好，诸位朋友，这样对不对？赚大钱就值得尊重啊，赚钱是靠机会啊，花钱靠智慧啊。假如他没有智慧，没有德行，赚到钱的时候，人生的危机怎么样出现啊？
所以后来因为有钱呢、啊，他觉得有钱能使啊鬼推磨啊，忽然呢，整个恶习惯啊，通通都染上了，也做了一些啊危险的事情，所以后来啊，就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所以他来听完课啊，他就很感慨，他说他假如十几岁啊，就有机会能够听到老祖宗圣贤人这一些教诲啊，他的人生绝对不可能啊走得这么样的坎坷。所以我们从这一句话也可以听得出来，他并不是啊不受教，而是啊没有机会啊。我们在那几天看他上课的态度，确实啊也是相当的认真，相当啊用功。后来我们到他的故乡啊去办课程，他还啊连夜跟他太太啊一起的赶过来听课，这个动作啊很正确，因为啊一个家庭绝对不能只有一个人在成长，应该怎么样一起成长。那这位朋友就跟我说，他说蔡老师，你哦不能哦只跟这一些人讲课，他们都是好人，好、哦、我们那一批人更需要。嘿，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一些人哦你讲比我讲还要好，因为呢你所走过的路啊，他们所走过的你都可以感同身受，所以你跟他们讲啊特别相应，所以我就跟他相约啊，他这几年呢把公司管好，栽培出一些人才可以帮他负责，他就出来啊跟我一起去讲课，可以跟我、啊、一起呢到监狱，到一些可能比较没有机会啊有很好教育的地方啊去讲课。我们这样引导他，最重要也要让他的学习啊有所励志，这样就会推动他用心去成长。好，这个是金不换的故事。那这个改过啊不只会影响一个人，甚至于啊会影响家庭，影响一个国家。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名相啊叫蔺相如，我们都知道完璧归赵，所以蔺相如非常机智，能够啊化解了这一次危机，完璧啊归赵了。也由于他这样的表现呢、啊、这个赵王啊把他封为最高的一个职称，最高的臣子里面的最高位了。但是啊赵国有一个大将叫廉颇，廉颇都是驰骋沙场的老将，对于赵国、啊、也是立了赫赫的战功，所以这个武将啊就瞧不起什么文官，你就靠一只嘴巴，我呢出生入死，所以就不服气。结果呢常常啊在路上啊这个廉颇呢就故意啊要跟蔺相如的车怎么样碰在一起，要当面啊可能要瞪他两眼。但是啊蔺相如每一次发现呢这个将军的车来了，就绕道啊离开，不跟他有摩擦。那有时候呢廉颇去找蔺相如啊，蔺相如也称身体不适啊拒绝的，通通都是低调处理。蔺相如的这一些仆人啊他的家人呢就很不高兴，
然后也对蔺相如说：“你怎么这么胆小呢？怎么这样委曲求全？”他们都觉得心里不服。蔺相如啊，就对他这些家人讲，他说啊：“今天秦国这么大的国家，为什么不敢呢来打我们赵国？原因就是因为啊，赵国有廉颇将军，还有我，才能够啊，让秦国不敢轻举妄动啊。我个人的这个面子啊，个人的羞耻事小啊。假如因为我跟大将军廉颇起了冲突，而让国家受到危难呢，这是国家之耻啊，那就我就很难啊向国家向历史交代，所以应该啊忍辱负重。”结果这一段话后来呢传到了廉颇将军的耳中啊，这个将军虽然啊火气大了一点啊，但是也都是啊知书达理之人，所以听完之后啊，他很惭愧，他说：“我都是逞一时之气啊，宰相却是啊能为国着想。”所以这个大将军呢年纪也很大了，但是呢他就脱去他的上衣啊，负荆啊去请罪，背着那个树枝啊都是有刺的，以示啊他的一种诚心。结果走到蔺相如家，蔺相如一听到呢将军已经来了，也快步啊冲出来，赶快啊把将军呢扶起来，然后呢两个人呢、啊、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文景之交啊。所以廉颇先生啊，廉颇将军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是知过能改，马上可以提起啊为国家着想。而蔺相如的一种度量还有一种远见啊，也是让我们相当的感佩。好，所以当我们已经清楚自己犯的过失，绝对不能啊再掩饰，因为倘掩饰啊就真一孤。所以我们人生啊数十寒暑，要对自己啊做好交代，这一个历史啊可不能重写，所以一有偏颇我们要赶快啊改正，以留给后代子孙啊好的榜样。这一次寒假我们在海口的课啊没有停，还额外啊办了一个青少年的中国文化研习。本来啊因为我们没有办过，想说呢20个就好了，结果啊报名了80个人。从这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父母啊好不好当啊，好不好当？不好当啊，都为孩子的教育怎么样头痛啊。我们消息一发布而已，居然来了这么多人。当然人来啊都是一种缘分，青少年肯走入我们的教室啊，我们也是蛮啊佩服他的了。结果5天的课上下来，这些孩子啊也有上台啊分享，其中一个女孩她20岁，她就上台来讲，她说她本来啊很怨恨她的母亲，怨恨他的母亲。那几天课程下来呢，也深刻体会到母亲啊生育养育啊教育的辛劳，所以这一位小女孩也当场啊就告诉我们，往后啊
他会孝顺他母亲，而且啊，他也要弘扬中国文化。所以确确实实，人都有那一份善心，只要有缘分把它唤醒了，相信都可以有很好的成长。所以过要能改，而改过啊，必须要先悔过，悔过啊，又必须要先知过。所以了解道理才能判断是非。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最缺乏的就是是非的标准。所以我们学的《弟子规》就有一个是非做人的标准。所以这一本《弟子规》一定啊要拿回去当您家里的家规，当你班级的班规，当你公司的公司叫什么规？好，常规。这个很重要啊，诸位朋友，你曾经或者你已经在传承你们家的家规的举手。你看哦，古代的家族都有家规呢，那我们现在都没家规，那请问家里遵守什么规？爸爸有一个规，妈妈有一个规，儿子有一个规定，哇，那不就乱成一团。好，好，所以呢，要先建立家规，才有一个依循是非的标准，我们才能知过、悔过、改过。好，所以改过才能够进步。假如不改过啊，每天心里都会啊提心吊胆，很怕别人会识破。而假如又识破了，那就一文不值。甚至于会让人家从此啊瞧不起你，从此不信任你。所以唐寅是啊就真一股。所以要勇于认错啊，这样人生啊才能走得坦坦荡荡。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啊第五个单元，泛爱众。这个泛是指广泛，广泛的爱护众人众物。这个众不单指人，我们把它广义的一切人事物啊，我们都应该啊去爱护。之前也提到什么叫爱啊，爱中间一个心，外面一个受，用心感受啊对方的需要，而不是啊要控制对方一定要啊跟着你要的方向走。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假如是强迫对方一定要听你的话，那就变成控制了，这样就叫欲望而不叫爱。所以要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才行。那我们要教导孩子有这一份仁爱之心，那首先要教他先爱谁啊？当然从自己最亲近的父母爱起。当他懂得爱护父母，他才能把这一份爱心啊继续向外延伸出来。所以孟夫子有一段很重要的教诲，提到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一定从自己最亲的父母
开始啊爱护，进而啊推演到别人的父母、别人的孩子，就是仁爱人民。再从仁爱人民这份爱心再继续扩展到什么？爱护一切万物，包含动物、植物、矿物，这个就是爱物了。所以这个次第啊，我们只要顺着去走，孩子的爱心呢、就会不断扩展。那如何教导孩子孝顺呢？爱护父母呢？怎么教？从入则孝教，还有从亲师配合合作来教，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中心也跟很多的孩子接触，每一次啊他们上课都有相关而善的风气。这个相关而善就叫做观摩法，相关而善之谓摩，这个摩就是现在讲的观摩法。这个观摩法早在几千年前的《礼记》就教了，所以我们去念师范学院，好多的教育理论呢、我们都还以为哇、是近代100年啊、200年啊、哪一个教育学家讲的？后来我开始看经典，才知道中国人多久以前讲了。几千年前就讲，但是呢，我们的老祖宗讲了以后，有没有打上版权所有？盗版必究？没有，因为啊，这是天地的真理，真理属于啊大家，而他们写出来的真正目的啊，是要能够利益大众，利益后人。绝对不是标榜说哦我很厉害。好，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些古代圣者啊，他写下文章啊，确实是以利益后人为出发点。那来上课的孩子，我们会请他上来也是练习不从容、立端正，还要练习讲话勿急急、勿模糊，就把他这一个礼拜啊做了哪一些孝顺父母的事讲出来。那很多的孩子讲完，刚好有一个小孩啊第一次来，听了这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的孝行，在他的心中啊就燃起了回家啊一定要什么做一件孝顺父母的事。结果他一回家就往这个浴室走，因为他听到其他的大哥哥有说到呢，帮妈妈端洗脚水，所以你看他胸有成竹啊，赶快要去端来，可能这个也不是晚上的时间，他非常积极主动就要去端。那母子连心呢、他妈妈看到他的动作，可能就想到呢他一定要去端水，结果就跑到儿子的前面啊，先去把那个脸盆啊把它藏起来不让他拿。为什么？因为年纪很小，才3岁多啊，怕他怎么样翻倒。他母亲就这样跟我讲，我说翻倒才好啊，他说他就眼睛瞪得很大，怎么会翻倒才好？我说翻倒了，一来啊你没有阻止他，这样才能成全他的什么孝心孝行啊，你不让他做他怎么会长养呢？再来翻倒了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把水端好啊，那不就是机会教育吗？不然他做事的能力什么时候训练？你到底要呵护到他，呵护他到什么时候啊？呵护到他娶老婆吗？啊，还是呵护到他生儿子你也帮他照顾？
所以这位母亲啊，我这么一提啊，她也可以接受。就后来有一位母亲啊，她孩子端洗脚水啊，她都给她端，从第一天就也很欢心的给她的孩子端，然后也很肯定啊孩子这一份孝心，孩子也端得很有成就感。一个礼拜以后啊，他来跟我说，他说我泡了一个礼拜的冷水脚。我说为什么？因为啊怕他翻了会烫到嘛，所以已经把这个温度啊调得很低了，然后看他功夫越来越怎么样纯熟，再把他调高一点。所以呢，这个是善巧方便，很有智慧，一来成全的孩子，二来呢也让孩子啊不会有危险。所以这个叫亲师要配合，老师在学校有教，在课程当中也要教，那家长在家一定要让孩子能落实，绝对不能把教育的责任完全啊交给老师，这样是不恰当的。教孝还有什么方法？你看我这个很喜欢考试，坏习惯了，已经有朋友讲了以身作则，还有一个夫妻怎么样配合，先生的贡献太太要讲，太太的辛劳先生要体，这样孩子才能处处啊能够去领会到父母的辛劳。好，当他有孝了，再进一步啊告诉他视诸父啊如视父，视诸兄如视兄，他就懂得也尊敬一切人的长辈。那又告诉他所有的长辈啊绝对都不愿意啊他的孩子受到伤害，就像啊你假如受到伤害呢，爸爸妈妈也会很伤心，所以别的小朋友受伤害了，他的父母也很伤心，所以我们不应该啊欺负别的小孩子。所以他就推己及人，再来呢进步再引导，对于所有各行各业的长辈啊都应该尊敬，因为啊社会国家者是互助之体也，这个观念相当重要。因为啊在功利主义之下，人可能会偏差用钱来看价值，而不是用服务来看价值，这样人心就会怎么样扭曲啊。所以要从小告诉孩子要尊重各行业的服务职业啊，没有贵贱。所以那时候我在教书啊，也是早上都6点多啊开车出门，一开车突然觉得眼前啊非常的整齐清洁，奇怪了，那些树叶都到哪里去了？都是这一些环保同仁啊，不知道4点还是5点就开始打扫。所以我跟学生讲，我们今天有这么清洁的环境，让我们的心情很愉快，来工作，来上班，来读书，都是很多人的付出。所以我们面对这一各行各业的人，都要抱持着感恩的态度。所以当孩子能够这样领受了，他到商店也好，他到书局也好，当他看到这一些工作人员，他也会啊很亲切的跟人家问好，跟人家道谢。有一班4年级的孩子，刚好有一个孩子就过来啊跟他的老师说，他说老师啊，
这个叔叔啊，每天帮我们换水，就是那个叔叔啊，每天都会去他们教室呢，扛一桶水，然后把旧的换掉，日复一日啊，都是这样做。当然那是劳动的工作啊，常常这一位叔叔的脸啊，都是怎么样，汗流浃背的。而这个叔叔啊，脸上呢都没有表情，就好像机器一样啊，周而复始在那里做。这位小朋友就跟老师提议，他说：“老师啊，这个叔叔很辛苦，我们是不是应该啊，好好啊，谢谢他？”好，当学生提了这一个要求啊，老师也很欢喜，也看到啊，孩子很细心，也很有恭敬之心，所以全班呢也都很欢喜同意。明天呢、啊，叔叔来一定要跟他问好，跟他感谢。所以当天呢、啊，这个叔叔进来了，正呢、啊、把这个水抬起来，结果全班同学说：“叔叔好。”结果这个叔叔突然呢露出很惊讶的表情，接着小朋友又说：“谢谢叔叔，您辛苦了。”这个叔叔从惊讶的表情啊，突然发出灿烂的什么微笑。所以呢，往后啊，这个叔叔一走到教室啊，表情都怎么样？特别啊，欢喜，特别高兴。好，所以确实啊，敬人者啊，人恒敬之。所有的人呢、啊，就好像我们的一面镜子，当我们啊笑脸对待他，必然是笑脸回馈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去尊敬各个行业的付出，这样就能够啊和乐融融。好，所以对各个行业都要爱护。接下来啊，我们也要对一些比较没有得到关怀的人群呢、啊，再多一分的协助。比方说哪一些人？啊？哪一些人比较缺乏关怀，需要我们多一点的爱护啊？哦，流浪汉、孤儿，都是一些比较弱势的、比较没有能力的人群。所以孔老夫子在《礼记·礼运大同篇》里面有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个胸襟啊非常好。人不独啊，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是只有亲爱自己的亲人，还能够啊设身处地去爱护他人的亲人，设身处地去爱护别人的下一代，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个鳏寡孤独啊，就是比较弱势的团体。鳏啊，是指呢没有太太的，寡是没有先生，孤啊是没有父母了，独啊是没有小孩了，废残废者，疾啊生病者，这一些人啊都能够得到整体社会的关怀。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有很多社会福利团体都很用心啊去照顾这一些人群。所以当我们有比较闲暇的时间，也可以啊去做义工，去服务这些人群。假如没有时间，我们也可以啊
有钱出钱，有力的就出力。好，那这一节课呢，我们先讲到这边，谢谢。